配将我不行，整活第一名。大家好，我是妙计周郎。这次官渡之战新剧本《登庸令》的来袭，让不同阵营的武将也能享受阵营科技的加成。那周郎就要好好给大家整点活了。得益于《登庸令》赵云鼠软群，赵云三仙藤甲盾，首先是阵容核心战法藤甲兵加五风阵加太平道法。由于藤甲兵和草船借箭都需要统帅的加持，所以赵云是最好的携带人选。赵云全统加点，再加上一身四打五十连属性加成，大大加强了藤甲兵的减伤效果以及草船借箭的治疗能力。队伍核心输出张角必备战法太平道法，太平道法不仅能提升张角自带战法的发动率，而且附带奇谋效果，再配合上张角自身战法五雷轰顶，从而打出成吨伤害。我们选择五风阵为该阵容核心，稳定的回复加持给予全队，以及稳定的增伤加持给予张角，从而使张角输出爆炸。万五疗毒则是对主将赵云的保护，因为五风阵的特殊性，主将前五回合成伤较高，需要治疗效果提升一下主将的生存率。左慈的金丹秘书加赵云的藤甲兵以及草船借箭，构建队伍完整的防御体系，高额减伤加治疗加规避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看实战。虎神宫也没怕过，除非甘宁连好，每回合都能打出破军威胜，否则不可能输。做到满红点堂爆头旗，超低战损打赢，打几次赢几次。三是甲鱼就不用多说了，也没怕过。那么整体来看，得益于登庸令，这次的赵云的玩法更加多样，相较于常规三仙，赵云的防御力更加出色，所以成伤效果更好一些，以及他对藤甲兵与草船借箭的加持会更好一些，所以赵云可以在三仙体系中完美登场。但是周郎认为还有很多骚套路没有研究出来，就让周郎再去研究一下啊。直接点赞啊，886886，直接886。